秋天，但是哦，天气呢非常炎热。啊，这个天气哦，那讲要注意哦，这个文眉的哦，这个室内。所以哦，咱今天开始哦，蔡永利，来针对蔡永利哦，相关环境哦，来做些消防工作。尤其咱工作嘛规划，从8月15日到9月中旬，拢哦在鹿港镇哦，在29个里，拢来做一个哦消毒。那在8月18日哦，在咱这个安尼辖区内。这各级学校来做些消毒，以防吼，而且登革热吼一个侵犯。尤其啊，咱蔡永利吼，即搭吼，咱讲人口嘛非常的多，所以啊嘛就看这做生意，所以咱针对这所在，咱特别来甲注重吼，啊，今仔来到蔡永利来甲做一款消毒。啊，直接嘛呼吁吼，咱乡亲，只要若看到吼，咱有积水所在，还是讲花盆，还是讲器具，吼，咱尽量讲吼，把它去对个完，以免吼啊，这避免吼，避免我们的一个滋长吼，给咱讲吼。那个灯光呢？我来。